也许这才是人类高科技的顶峰，可以随意切换战斗形态。见到魔方的战斗形态后，艾迪欣喜万分，举起他朝着不远处的墙壁准备试一下手感。原本坚硬的石墙瞬间被轰出了一个大窟窿。见到这一幕，艾迪感觉信心倍增。可当他返回贸易站，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尸体，就连布拉克也身受重伤。此时的摩西已经被一名乌鸦战士用刀架住了脖子，正逼问他魔方的下落。 眼看着问不出来什么，甩起钢刀就要杀了他。情急之下，艾迪大喊了一声，吓得另一名乌鸦战士立马举枪防御。当看到艾迪手里的武器，他疑惑万分，还没等他缓过神，艾迪果断扣动了扳机。转眼间，这个倒霉的乌鸦战士的灵魂就上了西天跪拜佛祖。突如其来的一幕令众人瞪大了双眼，摩西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下不用死了。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， 乌鸦战士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武器，摩西见状急忙逃回了艾迪的身边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魔方突然响起了能量告急的警报。还没等两人缓过神，直接关机恢复了初始形态。眼看着他们的武器不灵了，乌鸦战士立马追了上来。幸好摩西两人跑得快，及时上车，确定没有危险后，他们才将车停下来。思索着魔方能量不足，又该如何找到大西洋人的方舟，也就是在两人犯难的时候，事情有了转机。魔方竟然主动开启了省电模式。 虽然他只能提供音讯指引，但也足以计算出前往方舟的路线。距离他们当前的位置只有148公里。听到这个结果，两人欣喜万分。可他们刚到这里，却惊恐地发现，眼前只不过是一眼就能看到边的湖泊，并没有发现方舟的影子。与此同时，在去往布拉托克城谈判的路上，利弗等人遭遇到了乌鸦战士的拦截。深红部落的上尉表示他们并没有恶意。 可没想到对面的乌鸦队长一脸的阴沉，告诉他们尽快离开，不然他的枪可不长眼睛。吓得后面的利弗立马警觉起来，双方战士果断举枪防御。眼看着事情即将陷入僵局，深红部落的首领果断下了车，毕竟是他单方面的求和，不拿出点诚意来，乌鸦人又怎么会相信他？简单介绍自己后，表明了来意。面对深红部落的首领乌鸦战士也不敢造次，转头示意同伴回去报信。可就在两人握手言和时，突然遭遇到另外一股势力的袭击。转眼间，深红部落的首领就被放倒。此时的利弗早已经吓破了胆。